扶贫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今天是6月4号，也就是六四了。香港人对六四这个日子呢，都这个非常的有感觉。其实我今天本来在想啊，到底要不要以六四作为主题，给大家讲一些什么相关的普通话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多少个香港人有机会用普通话跟内地的朋友谈到六四这个事件，因为我想呢，没有。现在没有多少个内地人知道到底什么是六四，除了香港人。那事件已经是发生在22年前了，转眼之间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不论怎么样，即使大家没有机会用普通话谈论到所谓的六四事件呢，但是就当成是精神上的支持好了。就给大家讲以六四为主题的普通话。我们来看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字，就是坚持到底。事件已经发生在22年前了，可是今天六四呢，香港人依然还是要平反六四，那种坚持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坚持到底，持，这个持是有翘舌的持，坚持到底，平反六四。香港人已经是那个精神啊，非常的可嘉，已经是22年前了，到今天依然是抱着一股信念，希望能够平反六四。平反六四，这个四是没有卷舌的，是四，平反六四。守护民主，守护民主。香港人这么多年了，坚持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平反六四呢，也希望能够守护民主。守护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守护民主。那民主呢，这个字，民主跟民族啊，这个民族，满族，民族，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很接近的。这个族，民族的族呢是没有卷舌的，族，民族，满族是民族，满族，满族是民主，主好是有卷舌的，是第三声。满族呢，民族是族第二声，民族，民族第二声。好，那六四除了上个星期的这个游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之外呢，那已经是这么多年了，依然会有烛光晚会，也就是今天晚上在维多利亚公园的维园里面依然是有烛光晚会。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不妨去参与，就是这个烛光晚会。烛光晚会，我去过一年了，这个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感人的。这个烛光晚会，烛是蜡烛的烛，蜡烛的烛，烛光，烛光晚会，蜡烛，蜡烛，烛光晚会，烛光晚会，烛光晚会。好，那即使你用不上呢，也希望这个借今天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加油支持啊，支持还有打打气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到底，平反六四，守护民主。希望大家今晚去参加烛光晚会。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系咩嚟 ？iRead 系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 和你看普通书一样，甚至即时连上不同社交媒体的频道，连结到作者网站交流心得，实行多媒体互动。你还可以 download 书内的相片、观赏或者下载随书影片。